COVID-19 日趋平稳，但大家去人多的地方还是会戴口罩遮挡面部。美国游戏设计师 Tyler Glass 指了一款创意口罩，戴上后也能展露灿烂的笑容。他在口罩上装 LED 灯，这些灯能按照人的嘴巴形状排列，看起来很有趣。5月26日这天，Tyler 在推特上分享了一段佩戴 LED 口罩的影片。从影片中可以看到，他戴着一个普通的黑色口罩，上面安装了 LED 灯，灯光会随着他说话的嘴型变化，还能变成笑容，让人感觉到满满的疗愈力。Tyler 表示， LED 口罩的制作方法很简单，只需要 8x8 粒 LED 灯、麦克风、9V 电池等等就能完成。他将城市码分享出来，大家可以自行下载制作，戴着口罩也能有表情交流。Tyler 的设计非常棒，如果你喜欢这款 LED 口罩，可以自己动手制作看看。延伸阅读，来源 Twitter。